祝水母根一岁生日快乐。我觉得最大变化是 artist 本身在个 performance 经验。每一个 artist 他们都进步很大，进步都很快。我自己游水都学得很快。其实我有很多朋友都看过两三次，他们由不同的 angle 去看。我会带 fans 或者朋友在 backstage tour 的话，我会带他们看 B1 ring， 即是全部 scuba 潜水那里，还有 level 4 最忙的 rigging， 每一分钟每一秒钟都在变的。其实个 building 很高的，是个秘密来的。我哋不時一路可以有少少改變，咁樣先可以吸引到觀眾翻嚟再睇過。